哎，读者大家好，我是郑如琴，张君霖的妈妈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是新名词吗？第一次听到，哎，真的。气噗噗，气噗噗，那这气噗就很生气喽。这台湾话的气噗噗嘛，是不是？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有一点小拖延，不要让你们气噗噗。斗内，斗内，这宫廷剧吗 ？Hello， 嗨娘。哎，我想问你啊，什么叫斗内啊？斗内，斗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又不会斗来斗去。你这是每天都在网络上飞奔，看来看去的。斗内就是奖赏啦。奖赏啊。哦，那新名词哎，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了哈。哎，那你还蛮新潮的耶，表示你还年轻啊。我们有很大的代沟哎。哦，我再问一个好不好？看考考你，卤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很卤吗？你把它想成英文会怎么讲？卤舌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多谢你啊，拜拜。好，我要好好工作，来补贴家用啊。以后你就请的 Alice 都来找我好了。可以，我的戏你帮我拍好了。那不行了，那差距太大了。